翻返嚟新闻时间。前身是舊式寫字公屋的石劍尾村美河樓，經過活化之後改裝成青年旅社，今個星期試業。昔日的 H 型七層公屋大廈搖身一變成為青年旅社，以往家家戶戶的安樂窩現在成為旅社的客房，房租300至680元。除了雙人房之外，亦都有多張雙層床的多人房，這裡共有129間客房，亦都設有美河樓生活館，重現10個人點樣逼喺120呎單位嘅寫字公屋嘅生活，仲有曾經喺美河樓住嘅導賞員。我最大嘅感覺就係、我翻嚟呢度做導賞咧，我係想而家嘅年青人知道以前嗰啲咁艱苦嘅歲月啲人嘅生活，係介紹俾佢哋感受一下。生活館亦都根據居民嘅口述，重現翻當其時佢哋嘅生活情況。一層320個居民要共用得6格的公用廁所，而且沒有人定時清潔，可以想像到衛生環境有多惡劣。美河樓屬於二級歷史建築，2009年落實活化，是1954年入伙的香港第一個公共屋邨石劍尾村，現在留下的唯一建築物。無線電視記者林燕邦報道。